六十歲個速度。 你唔使坐死啫嘛，不如有台就加台，你唔係咁講啊，不如。係啊，你唔使坐死啊嘛。不如有台。我好頭，我自己自己細心都發得咯。想出唔出嚟時間俾你。
鐵寶再入一球，領先2-0。入波嘅球員係8號黃良傑。
兩隻。全場完，協寶贏石獅子3-1，協寶進入決賽。